恭喜成为王牌行动战队。没了。早上手感不好，第一把手感不好。其实早上我他妈挺牛逼，中午早下午一般般，晚上是垃圾。你还瞅着你有闺女？对啊，我玩陀螺仪，妈的状态就是这样。早上除了第一把，剩下的都嘎嘎嘎嘎嘎嘎顶。估计他妈的。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？要不要我给你解释一下？玩陀螺仪太累了呗。No no no， 是因为早上的人比较菜，中午的人睡醒了，晚上的都是大猛男。啊。是这个道理吗？最近还好，最近都这个时间段都挺鱼的。前个星期，上个星期，妈的逼的，老他妈质量。工卡？哪里工卡？看错了吧？没有工卡。知道你前面有人。一把大枪都没有。等我一会，等我一会，等我一会，是吧？嗯嗯，没有。哎呀，这飞机没出来，我靠！哎，我以为飞机出来了。嗯嗯。我像梦一样自由，我像你的温柔，无法挽留。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搞一个他妈的。不是啊，你趴在这里面，可以他可以直接卡进去，你知道吧？你就趴在这底下。你趴。没，我不想卡，我慢慢上就行了。我也不想卡，我也。走吧，你别收了，直接走，干架去了。那早上局人那么虚。啊，看有没有工卡。你看我给他堵着，你看我给这个二号堵在里面，我不让他出来。哎呦，走走走，空投行动顺利完成。啊，我征服了这个老六，我征服了。哎，捡不着，捡不着。你别搞啊，哎呀，你那个老六真的啊，我征服了这老六。啥东西擦枪没空。等一下，对圈刷完用探测仪，我们先去这个顶上。又他妈去这个顶上，他妈的前面护卡。第二，我操，我们也得直接上去干他。不要说嘛，其实早上人跟傻子似的。你跟一号跳右边那个仓，我跟四号跳左边那个。没，我就跳这个小机仓。谢谢孟婆送的。